厉害嘞！我操我操我操！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现在在武汉汉正街啊。我上次烫了一个头，今天我有一个朋友也要去烫一个这个头发，他在前面走，我们看看他今天烫的如何啊。还是这个熟悉的街道，看看今天这个小伙子这个头发是很长的啊，烫完会是什么样呢？感觉烫头会不会紧张？你不紧张？不紧张是吧？一头秀发，好吧，一头秀发。看，马上到了，但是又到这老爷子这，老爷子已经生好炉子了。老爷子，我来烫头了，头发怎么烫？那他烫头，这个小伙子，我烫头发，烫头发，对，天工40块钱，天工30块钱，好，来个40的，快40，哎，老爷子，你还认不认识我了？啊，你认识我吧？我上次在这烫了头的，他我给他带过来的。哦，你上回在那地方就是。哎，他要烫头，他看烫的挺好，他也要烫。哎，我是他推荐过来的。哎。他这个店开了几长时间了？我以前当那种小的日子做，40年不值班的，兄弟。我50几岁噻，我主要做小。啊，你50几岁，你小时候就在这儿。以前没人。我叫军亮，隔壁一，有小时候从人家手上剃头，剪头发，小时候，人家都有70年了。你小时候你是大了，但是不小了。现在大了，不小了。啊，看着蛮多人来采访是吧？好多人在采访。那你印象是交出几岁的？我要剪的。嗯，你看我要不要剪？我的头发。哎，你完了，哎，小帅哥，他头发剪得蛮好哇、啊。哎，你看到啊？嗯。啊？您多大年纪了？多大年纪？你看我多大年纪了？89岁。嘿嘿嘿嘿，那小帅170岁了了哟。啊，170。这老爷子挺有意思是吧？你那才小帅。不是170岁、哦、那到底多少岁啊？现在91岁啊，91岁了。哦，91岁高。不晓得你表面上剪高些是吧？哎，你要看着剪吧，你觉得怎么好看？你帮我剪好看。好看，好吧，我还先剪一下。嗯，哦，先剪一下啊。稍微有点头发。紧不紧张？还好吧。还好紧张。你平常多长时间剪一次头啊？半个月。嗯，半个月剪。手还蛮稳的。哎，这老爷子手可以。我感觉到手好稳。嗯。我看感觉他好认真啊，感觉一拿上推子就换了一种气场，你发现没？嗯，对，特别认真。帅了吗？那肯定了，你看，一头乌黑的长发变成了一颗乌黑的短发了。啊，我的天哪！他感觉你笑得好好好欢啊你。那其实我的内心是凌乱的。你的内心凌什么乱呢？非常凌乱，我不知道，我感觉他好像剪了左边没剪右边。怎么可能呢？人家给你剪的是老式的发型。老式的。那刚才那个人不说了，上海滩似的。刚才不是不紧张，我现在看你有点紧张，有点慌了的感觉的。我跟你说，能有这么大岁老爷子给你服务，你就是沾点福气。真的是沾福气来的。哎，老爷子干活干热了。啊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老爷子正在干活啊。哇，那是什么声音呢？我怕我怕，我有个锁子该点的。我操我操我操！我的胡子呀！你别脏话，别脏话。我在洗的。哎，就是给我烫了，把它烫糊了。哇，我感觉我在冒烟。吸烟它是不糊的。这是冒烟的。这洗掉啊。不怕不怕。哇，好紧张是吧？因为我感觉到很烫啊，这东西，它就在我的头旁边。哇，衣服哇，全部都烧掉了。嗯，看你眼神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不怕不怕。这怎么可能不怕呀？这像丧刑一样，我跟你讲。我现在已经换了一批，我跟你讲。换了一批。不要紧张，我看你很紧张的样子。我没紧张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我操，我头发现在是怎么样的？我现在动都不敢动。两根吗？
别拍我，吵死了，我天哪。那个年代人就是这么烫头的。哇，大概率。哇，这好，我怕我真的一下都不敢动。难怪你刚刚问我要不要，会不会紧张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问我。蛮帅的嘛，非洲小伙。我脸上是不是有很多碎木子？看看啊，他是这样的，帅不帅？帅得很，真的。嗯，一会儿拿梳子梳。比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帅多了吗？帅多了。真的？穿越了你。特别爽，我觉得都可以来尝试。哇，这什么？当时进了一场，一次火场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我肯定知道，我烫过呀。这人生都有不同的体验。哇！啊，洗头了。嗯，洗头。洗啊，洗头可以。50块钱是吧？对，40块钱是吧？啊，你就不用找了，这50块钱就不找了。我觉得剪得很好看。好，我这边。哎，这儿子他们在一起。啊，和儿子在一起哈。原来十几人，十几个人。啊。原来在开别人说都是这个一个兼职的。啊。这店你们觉得还能开多久啊？你们打算？还能开多久？嗯。我能干多不是多几年。怎么样感觉小伙子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感觉好挺帅的。我也觉得挺帅的。真的挺好呀。手艺不错啊。手艺不错是吧？可以，点个赞。嗯。